FG 系列方木多片锯是一款针对大方木加工的机型，适合加工宽度50到400、高度30到160、长度800到4000上的任何方料。红外线对准窗纸，让木方快速对准锯切位置，节省时间。吸尘装置，让锯切木屑通过吸尘机快速吸出，保证工作环境的清洁度。压轮装置，采用支点式动力压轮，送料流畅详尽，不易卡料。压料滚筒，经高温淬火，提高滚筒硬度，增加耐磨性，使滚筒经久耐用。送料动力装置，采用准双曲面齿轮减速机，减速机经久耐用。上下轴同步升降装置，保持垂直居中锯切。降温系统，采用后轴喷水技术来降低锯片在锯切过程中产生的高温。箱体各部件安装孔位，采用高精度进口数控加工中心加工，确保安装孔位精度。高精度的安装位置让机器运行更稳定。主轴经过调制、淬火等热处理手段，提高主轴耐磨性，使主轴经久耐用。